汽车在道路上行驶，我们很多人最害怕的可能就是侧方停车和倒车入库类。当然侧方停车和倒车入库是整个科目二所中重点考察的项目，也是为了考察学员们对于汽车的整体把握。但是道路行驶过程当中，侧方停车一把出库的技巧新手轻松学会，驾校没有教你的停车技巧。第一种情况，我们和旁边车辆是属于正向停放，也就是说正常方向车头一致的停放时，要想出去判断的参照物一定就是前方引擎盖和前方车辆尾部的保险杠了。如果两台车都是轿车或者 SUV，那么引擎盖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当引擎盖前端与障碍物或者前方车辆保险杠重合的时候，就证明这台车是可以稳定的从侧方停车位当中出去，不用发生剐蹭。第二种情况，逆向停车。逆向停车和正向停车相对来说都是差不多的，一定要注意的细节就是在停车出库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这也是很多老司机的经验之谈。当我们通过引擎盖只能看到前方车辆车头的时候，就证明我们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在1米左右，直接转弯就没有问题了，出库也会变得异常顺利。看了小编给大家的讲解，汽车停车入库是一个高超的技能，出库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技能，只有两者相互配合，才能保证行车过程当中的安全和稳定，不会发生车辆剐蹭以及更加严重的交通事故了。